好，我们太极拳的起势哈，起势之后升降分，然后做合抱。那这个分哦，这个合抱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？我跟解释一遍。一般我们在打拳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没有从接手的方向去走的话，你就会不了解其意，你只会模仿分开来。哦，就会模仿这个动作。那我们要知道它的意思。在接手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两人在接手、挥手的时候，在接手的时候，这个对方的力量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个分，就分开了。好、哦，做一个分，你看一整合一分开，哎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打，哦，合抱啪就可以打，所以就是这样，哦，所以这个动作就是这样。基本解释，对方的力量进来的时候，这里一松，一松松到背，松开，然后这里一加开之后，顺势就出去了。所以这个动作，分就是这个意思。